各位尊敬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们教会庆祝圣母无玷圣心节，在这特别的节日里面，我们特别祈求圣母玛利亚为我们代祷，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继续的体验到基督的爱，把这份爱带入我们的心中，并把他的爱传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在我们弥撒开始的当儿，首先让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，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以童真圣母无玷之心作为圣神的居所，求你因圣母的代祷改造我们的心灵，使它也成为你光辉灿烂的殿宇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望，阿们。读经一，攻读伊莎伊亚先知书。上主子民的后裔在列国中，他们的苗裔在万民中要受人赏识，凡看见他们的必要承认他们是上主所祝福的后裔。我要万分喜乐于上主，我的心灵要欢悦以我的天主，因为他给我穿上了救恩的衣服，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衣，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，有如佩戴珍珠的新娘。正如大地怎样产生苗芽，田园怎样使种子发芽，我主上主也要怎样在万民前产生正义和赞扬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答唱咏：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，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，我的头因天主的羔羊，我可开口嘲笑我的敌人，因为我喜乐于你的救助。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。壮士的弓已被拆断，衰弱者反而力量倍增。曾享饱已的今庸功求食，承受饥饿的今无需劳役。不得生了妻子，多产者反而生育停顿。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使人降入阴府，也将人由阴府提出。上主使人穷，也使人富，贬义人，也举扬人。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。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的，从粪土中高举贫穷者，使他与王后同席，承受光荣座位。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玛利亚把这一切默存在自己心中，反复思想。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往耶路撒冷去，他到了12岁时，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。过完了节日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未发觉，他们只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，遂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，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他，既找不着，便差回耶路撒冷找他。过了3天，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。他正坐在经师中，聆听他们，也询问他们。凡听见他的人，对他的智慧和对答，都惊奇不止。他们一看见他，便大为惊异。他的母亲就向他说：“孩子，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？看，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找我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？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。”他就同他们下去，来到那撒勒，属他们管辖。他的母亲把一切默存在心中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正如我在弥撒开始当儿所说的，今天我们将会庆祝圣母无玷圣心节。很多时候呢，这个节日和昨天我们教会所庆祝的耶稣圣心节呢，我们是放置在一起庆祝，或一起反省整个节日的这个意义的。可是其实圣母圣心跟圣母圣心呢是有一定的差别的。耶稣圣心主要呢我们是在庆祝天主为世人所带给我们的爱和慈悲。可是当我们庆祝今天的这个圣母圣心呢，我们是在反省人类或圣母呢对天主的爱有多深。所以耶稣圣心我们在反省天主给我们的爱，而圣母圣心呢，我们可能就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的回应，我们的爱。在路加福音里面呢，我们就有读到这个西莫央对圣母的预言。在当中呢，西莫央就告诉圣母，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他主要告诉圣母，因为他接受了天主的邀请，他愿意把耶稣带到这世界上，随之呢，他也需要承受一些挑战，生活的挑战，来反映出他对天主的一个真诚，他的一个忠实。所以呢，这个所谓的一把利剑呢，在这个圣母无玷圣心像当中呢，就是一个很显著的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看着圣母圣心像，他的心呢，就是有一把利剑刺透的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像，这个利剑刺透圣母圣心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在邀请我们去反省所谓的这个圣母凄苦。这就是在福音当中呢，圣母所遭受的七个经历，主要是一种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挑战。而我们可以借着这七个经历呢，去反省圣母如何的回应在他生活里面所有的挑战呢，而且如何的无时无刻都对天主都很忠诚。所以这个其中一个，这凄苦的其中一个呢，就是刚才我所说西莫央的预言，就是说他将来将会有一把利剑刺透。而其中凄苦的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今天的福音啊，在圣母在找寻失去的这个12岁的耶稣。那其他的5个苦是什么呢？我这个就让你们教友们呢自己稍微去寻找一下。可是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节日呢，我们当然主要是要反省圣母如何对天主的一个忠诚，
那我们如何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仿效圣母，让我们去更加真诚地跟随天主的旨意？在当中呢，可能我们可以领悟到两点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天主真的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我们选择追随基督，追随天主呢，那有时当我们需要做见证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需要接受生活的一些挑战，正如圣母凄苦这个种种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个反省，在生活里面总是会有一些挑战我们远离天主的一些事件，可是我们是否可以很真实的还是继续的跟随天主的足迹？而今天的这个庆典的第二点呢，其实也可以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圣母，一个圣母的大爱是永远都是爱着我们的。他这个特别的圣心，因为爱天主，他续而爱他这个耶稣的所有的天主的子女们，耶稣的兄弟姐妹们，就是爱着我们。所以我们有一位圣母，无时无刻的都在爱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，引领我们走向基督，走向天主。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仿效圣母，去反省圣母的再生的一些事迹呢，来挑战我们如何继续的追随基督。我们也特别祈求圣母继续的保佑我们，愿我们能够无时无刻的效法他。圣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圣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仁慈的上主，求你悦纳我们为纪念圣母玛利亚所做的祈祷与奉献，愿这圣祭为我们带来你的助佑，并净化我们的心灵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在这主是童真玛利亚的敬礼日，我们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显扬你。他借圣神的庇荫，孕育了你的独生子，保持着童真的荣耀，给世界带来了永久的光明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尊威的天主，天使以及天上神圣，借着基督赞美你，亲崇你，敬畏你，欢悦庆贺你。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
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迹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事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双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事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、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五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、她的敬佩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，协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现在请大家互祝平安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
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我现在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静默片刻，神领圣体。我主耶稣，我真心全心你，在身体上是美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，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，愿我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，不让我与你分离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在你圣子母亲的纪念日领受了永生的神粮，求你赏赐我们丰厚的恩宠圣宠，使我们体验到你的生命不断在我们身上成长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传福音去，感谢天主。